起来人生路，西瓜到顶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到等的时间准时甲张磊到顶来看戏。到昨为止，明雷军后段就全部播送了了。故事最后，牛王爷知影回龙所做的代志，去了是提起神龙武术的金鞭入宫啊，甲回龙对峙。不过一心想要夺冠的回龙，乃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伊故意将金鞭弄断，得罪了牛王爷，甚至阁穿绫袍想要登基做皇帝。好在在最后太上皇及时的赶到，则无让回龙的尴尬得逞。最后啊，明雷军大吉灭亲，斩了自己的查某囝。故事到这也就全部结束了。接下来时间要为观众朋友您播送的是漳州洪万雄乐团为咱带来的《开封情子》，这讲的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？话唔加讲，精彩好戏，咱到阵来看。
来呀、啊！以我前来拜天地。是。想求冲天杀人命，恕我仁慈呀！冲天哪、啊！赶紧甲三宝讲，只要保住海棠伊母子平安，我自有重赏。官贵，官贵。官贵，海棠姨娘已经生了这么一只，因我三宝也未来呀。哈、啊？我是你，你好心毒啊！我早就对你讲过，要请地州最好的三宝，可是你，喂，吊死我，吊死我！海棠，三宝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。哈哈哈哈哈！
啊，你甲家己一个坐甲足足，你假是你生活较济啦。哎呀，今仔日王月在家，你大也太大啦。弟弟惊什么呀？我甲恁阿奶是结拜兄弟，因个细伢伫咧细囝，我登门祝贺，这是光明正大呀。这个死贱人，立父母到一年就已怀孕，如今那是生下男孩，日后祖先父业，这万贯家财就要落在伊手中。你明知影，我心内咧袂爽快，也搁讲风凉话，心内袂爽快。你嘛无法度去阻止伊唔谈生囝，事到如今，都爱想办法。对啦，这个家你为大，伊为细，细也生囝，自然要叫你阿母，叫伊是姨娘。阿玲，你甲恁公讲无？讲过啦，啊，这有啥物用啊？伊每日叫我一千遍的阿母阿母，我终归也是假老母。这你就唔捌咯，囝仔拄啊出世，伊会捌啥物呢？伊就安尼叫啦，叫啦，叫古早的弄假成真，弄假成真，弄假成真。可是口讲无凭，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协议书。平安，免讲是一个条件，就是一百个条件，我也拢答应啊！好，爽快，你来看，这张协议书，第一，海棠的细囝自细妹由我教养；第二，叫伊海棠是小姨娘；第三。因母子若要见面，着我同意，若无休怪计划严办。
我答应。好，这张协议书今来看秋印。成就一件事，就要不断的钻研，既要有过硬的技术，更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。我是道德模范陈国庆，我为厦门代言。Yeah.
招招手，年轻行，挥挥手，快步走，车让人，人手归，珍爱生命，文明出行。我是道德模范谢启明，我为厦门代言。把你拉一拉。
姨娘遐袂用得搁再去咯。我唔啦，我唔啦，就算阿母你生气，我嘛要来去找姨娘哦。哟、
文明良犬要登记。溜犬拴绳爱清理，文明良犬从我做起。我是道德模范黄昭辉，我为厦门代言。
做这么的东西，这个话都也妈妈好好。道理，道理是什么道理啊？姨娘，你怎样？刚刚在咧哭？不，姨娘无在咧哭。啊，姨娘是要说，姨娘我的目睭来呀。那我来给你分分呢。你这笑眯眯的面，正无像阿母啊，生水像一个烂番薯的。小心，看我打你！囝仔人，不用乱讲啊。姨娘，看你这张面，人拢讲我甲你生水真共面，一点啊无像阮阿母啊。姨娘啊，小龙。可怜的孩童，连见家己亲生后生一面哦，都遐尼无容易，我是该怎样来对付伊咧？想要知影扫落来剧情的发展，观众朋友记得明仔日在上一个时间，依然是中午的十二点，准时来锁定的文卫视，关注到底来看戏，将来继续帮您分享扫落来剧情的发展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咱明仔日再会。